Joy， 你哪过来啊？我是烦恼你一个人坐伫遮，袂用凊彩白走，啊，若是要倒啊，是要安怎？所以我有早水甲芳要互你啊。丽玲啊，时间已经过遐尼啊久啊，你也是遐尼啊善良。 遐尼爱善良，遐尼爱会当替别人设想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值得你安尼对待我。小姨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较烦恼，我来找你讲话，若是予阿真歹的人看到，等到害着你呢。袂啦。 因哦，除了受工钱以外，也袂管阮遮是安怎收的啊，所以阮是自由是安怎的，你放心啦。安尼就好。哎，碧玲啊，今日你这创啥啦？我咧规身躯臭乌乌，你若予我看到，哪会看你无？我感觉对你足失礼的呢。你妈安尼讲，你是我阿姨。 好啦，小姨，啊，照你拄则安尼讲的，顶头的人拢袂来管你，那安尼为虾米阿霞进行发现啊？哦，伊可能是顶我叫顶头人拄着，啊，家己心虚啊，所以才让伊放发现哦，伊有问题啦，啊，所以顶头的人哦，才开始行动，啊，才会向调查伊怎样子。 小姨，你到哪家？哦，林子啊。小姨，敢讲你拍算一世人拢要安尼过啊？我会当安怎拍算？就是过一天。 送一工，我完全做这只，人生会有啥物？会有当有啥物规划？敢讲有迄只当初你会当做哦？我只要逐工头壳热热，若有人钱好，我放喺碗内底，这就是我人生的重点嘛。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来，我对不起你金，对不起你的婚姻，我一世人不敢相信讲，你来原谅我，你不愿意叫我一声求你，我实在就感谢你。 啊，若无吼，你嘛讲予人愈来愈济，若看着你是遮足歹看，紧转，紧转去。我着爱趁人济时，做一寡业绩啊。啊，若无对顶头的人吼，都歹做。小姨。 你莫误会哦，我只是想要予你做一点仔食食啦。你俩，以后吧，莫过来看我，我不等你，你来对待我。你莫安尼讲，我以后吼
一定会过来看。